中国很多地方的民间音乐都很有特色，民歌素材可以说是浩如烟海。从2003年开始，我一直在收集整理各地的民歌，接连录制了12张民歌专辑，完成了对全国19个省份民歌的收集、整理和再创作。对我而言，这些民歌丰富的地区总是格外的有吸引力，而贵州就是其中之一。2019年秋天，我专程来到向往已久的贵州黔东南地区，这里是苗族、侗族同胞生活的地方。这一次，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找到这里唱歌最动听的民间歌者，了解、感受、记录他们的音乐。来到黔东南，采风的第一站是雷山县的朗德上寨。这是一个苗族村寨，坐落在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巴拉河上游，距离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大概200多公里，被称为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、全国百座露天博物馆和芦笙之乡，是考察苗族文化、领略苗族风情的首选村寨。到达朗德上寨的寨门口，我们便受到了苗家最隆重的拦门酒的迎接。朗德上寨的老老少少几乎全村出动。拦门酒是苗家村寨的一种古老习俗，也是一种很隆重的礼节。他们为了迎接尊贵的客人，都要在门口桌上摆满了米酒，请前来的客人们都要喝上一杯。好酒，好酒，好酒。哇，还有啊，还有12道嘞，加油，还有啊，苗家的拦路酒有3道、6道、9道、12道之分，而这12道拦门酒是苗家人迎接客人最隆重的礼仪。这12道拦门酒真是让你实实在在的喝，想喝也得喝，不想喝也得喝，想不想喝都要喝。米酒的后劲很大，没有一点酒量还真是难以招架。来到苗寨，我最想找到的就是会唱苗族古歌的老人们。在朗德上寨，古歌老人每天都会定时演出，找到他们并不困难。听到老人的这种声音，其实根本听不懂他都唱了些什么，但我真的感受到一种古老沧桑气息的迎面而来，像是穿越了时间空间在和你对话。唱得很好啊，啊，你俩好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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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您是80几？81的。您呢？73，啊，73，81。杨老师啊，刚才唱的那个古歌呢，就是生成到长大成人了以后怎么去做人，祝这个年轻人就是成长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人，它叫祝福歌，这是古歌，但是它是祝福歌，就是老人唱给年轻人，唱给孩子们，就希望你们将来长大怎么做人。
收收。苗族古歌又称苗族史诗，内容包罗万象，从宇宙的诞生、人类和物种的起源，到苗族的大迁徙，从物质生产到日常生活。这首古歌便讲述了一个苗家先祖创造天地的神话故事。很了不起，古豆。反正刚才他们这个这么多人唱啊，我闭上眼睛听，我就能听到那种特别，第一是特别遥远，对，特别古老，沧桑。另外就是那种音乐的那种神圣的东西，对，那种纯净，嗯，对，这种这么，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的这种，在歌唱的时候这种对音乐的这种敬重，你看我刚才一直观察每一个人在唱，嗯、都是那么静的在唱，对对。在诉说啊，诉说自己的历史，对对对对对，祖先怎么过来的，整个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说这要能把这个整出来哈，能让人听懂，对，那真是更是就是了不得了，对对，好怎么说？你好，非常热，非常热，非常热啊，油肉啊，油里呢，非常肉啊，油里呢，油里呢，啊，油里呢。在古代，苗族为了躲避战乱，多次大迁徙，因为没有文字，担心历史被岁月所淹没，苗族先民们便将自己的历史深藏于清雅空灵、雄浑悲怆的古歌当中，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。